电脑会这样算。那如果我要把电脑就是预设啊，现在是预设大小啊，原始大小，因为稍微有点挤压，对不对哈？我还是把它自己放大好了，不然觉得好像比例怪怪的。好，假设这样子，哎，在哪里？这有个叫车照跟财务键，点一下，上一个，啊，还不错吧哈？哎，我们就试看看。加快不行。哎，你可以发现这边就有多去掉一点点，好不好？哎，所以说你可能就要看看，像老师在穿的话，像他的这个衣服就比较没用，这种颜色。啊，那我穿白色其实还不是那么 OK。所以你会发现说，其实像主播啊，他们某些颜色是不穿的。啊，怎么样？刚去的效果还可以吧？哎，因为当然我们这样做哈、哦、是速度比较快，所以说这个地方预览的时候效果比较差一点点。好、啊，那你真正出去的时候应该就会好很多。好、啊，所以你还可以做现场解说哟，摸清干净的才能摆这个，然后自己准备一个小荧幕在前面呢，它、啊、就跟倒气象一样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哪一个画面，那个人理解我，然后讲话自己要 DIY 的话，这边解放录一下，好、啊、放下一张。最好是我帮你拍最好，然后如果都不行，就只好去 DIY 了哈，你就自己想清楚一下。好，那我就把放在房间里去。你只要你心中有脚本，啊，你就可以做出很多东西。哎，我们只是说，技术上我们可以，好、啊、讲一些比较困难的方法，稍微把它达到那个效果。其实你从右手边这一张，有没有发现？因为这里有灯光，所以其实颜色上有点变了，对吧？好、啊，有点变了。最好的方式就是避免掉这种情绪嘛，因为你这样就会造成它颜色不均匀。啊，区别效果比较，所以你可以发现正前方有一点点留着。那我们可以微调的地方就是，第一个你可以重新去选那个颜色，啊，挑一下。第二个相似度可以调整，啊，相似度我们做调整。比如说，哎，我是重新选颜色，就是这个颜色要去掉，哇，那效果就不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尽量找跟它接近一点的。好，那相似度我们把它调整一下，你调的越高，去的就会越多。有没有发现这边越来越少？好，越来越少。不过有时候这样会连着这边都去掉，你看老师说把这边都去掉了，是吧？好，所以可能有时候相似度预设的话是70，好，预设是70。那当然在70的状态之下，可能就要看你其他的啊，其他的会不会受到影响？好，受到影响，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先拍几个影片，那尽量我们在拍的时候啊 ，M 几两块这个按钮，然后。甚至有些人会不小心拍到外面来，好吧？但就是因为你要做的效果就比较不好做，因为有时候拍太满，这边要做处理比较不好做。好，所以说我们会尽量就是摆在正中间这里面，好，摆在正中间里面，让这样去的效果最好。好，那我就把画面给我还给老师喽，请你来玩看看。